这英雄能上单，能啊，干嘛不能啊？兜儿，守卫。 小皮鞭，W的技能不是很明显啊，感觉。我撞你兜，小皮鞭。 玩个老母狙也被二级抓，简直难玩！好亏呀我。 这个线应该要往回推了，我们先回家啊！我直接红宝石吧，我先不出布甲，出布甲的话。 出俩药不合适。被奴役时没有任何实力。这上路这兵线呢？啊！ 可以出大天使，出什么大天使？出右转，哇，拱！你给我冻住！哎，你下，甩你小皮鞭！这也不厉害呀，这老母。 这钢中，我靠，没 A 出来，差那么一下，给我瞪死了！哎呦，我交个闪是不是好一点啊？我应该交个闪。 向前骑行，他征服者一触发，我就比较难打，我这跟他硬拼，有点拼不太过。我不会躲在他人的盾牌后面。
登个六吧。我看怎么能不中那剑魔的面儿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 你可不留。链儿就很烦，链儿走不出去。来个皮孩，省得这链儿走不出去。我这老母亲，要么就让开。刚宗今天好像很饿。我拱你，太猥琐了。拿到什么就你咋这么怂呢？到底是你杀过我还是我杀过你？你连血也不耗。哎，我这剑魔太怂了。我操，这是平 A， A 不出来挺难受啊。这剑魔好猥琐，我都不知道他猥琐些什么东西。我都不害怕，你有什么好怕的？怂货，不配分享战利品。哎，爬着。这回俺俩得干一下子了啊！我拱，我给你个大招，那致命点炎甩你一下子。哎呀！哎，我操！这人闪出来呀、啊！我是佛了。要勇敢，不要空谈。抠技能的不行，这得复抠。这抠技能冷却时间太长了，你好猥琐呀！哎，你真的好猥琐呀！只能我找你打，你永远不找我打。这咋这么多人？
我点的爆破吧，这波看能不能吃他一个塔皮。寒冷不会心存怜悯。那可血战斧了，我们怎么办？这队友也不行事啊，这可怎么整？我看他推不推啊？他推的话，我们可以尝试一波击杀。给个人头吧，可以的。防御塔筑层即将脱落。战斗，要么就让开。打不过他，虚区有点不太够啊。错了，我就应该玩波比的这把。我来个老母狙，我回属于不是那么很好办。没打过吗？哎，有一个动完以后没 A 出来，差了一点伤害。这玩意儿打只能跑着打，硬打不行，打不过。
Enemy rampage.这也太难玩了，我天！你老打麻将，谁受得了呢？一个来个反甲吧，铁头蛇。不是刚不舍得放大，那沙米拉 W 没放放大，等着等着让人打啊！这泽拉斯可以杀，哎呦我去，在战斗旁边有沙米拉，谁搞的赖克了？远古物灵搞的赖克了。哎，真弟弟。还行，小龙没几条，可以接受。把中塔拔了，拱走。哎呦我的妈！还追呀？向前骑行。追啥呀？我一个老母狙，你想把我给追死？你杀他呀！这么老些人打一个还打不死吗？光头还上来就第一时间是选择跑，
都幺五四了，还跑个屁！死就死了喽，你不敢打，你怎么翻盘？他们家的 AD， 我说实话玩的还可以，先把那德拉斯给我杀了，漂亮！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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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！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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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扛我扛我！卡莎在干嘛呀？夜魔也野不起呀。战神剑魔，那他妈的我们在这打龙呢，他不下来打龙，他跑那个位置去挡人家去，那能行吗？你跟我们一块儿走啊，你没打下来，你那剑魔过来，我们一起过来把他杀了呗。那小法师也控制，不知道干嘛去，翻都翻不了。翻盘都不会翻。我们不屈服于任何人。蓝 buff。我打了，回来守一下吧，这不行，打不了。我都说打不了。对，你们就继续在俺们家高地待着，都别走啊，都别走。别杀我！我把惨烈死，漂亮，给我杀远古无灵，两刀，三刀。没事，光头复活了，来个紫炎之力吧。光头26分钟一件半装备，我操！像人了。
先别往上上，你现在往上上，让他R出来。笨逼英雄，随便玩一玩嘛。